少爷，志清啊，志清，少爷，醒醒醒，少爷，志清啊，志清，少爷，醒醒醒，少爷，志清啊，志清，少爷，醒醒醒，少爷，志清啊，志清，少爷，有我金郎中在，死人也要他活过来。青儿，哥，青儿，哥，回来吧，啊，青儿回来吧，少爷，志清，醒醒醒啊，志清，少爷，志清，少爷。 志成，看见没有？这就是前些给我们抢时辰、争风光的下场，遭报应啊！ 志清，志清，奶奶，哥，秀云怎么样？青儿，娘，醒了。哥，青儿，我该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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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青儿，你跟奶奶说句话好吗？奶奶，秀云，秀云哪儿去了？怎么，新娘子呢？新娘子呢？啊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来来来，新娘子呢？让一下，让一下啊！哎，让一下。
我要起来。青儿，你行吗？我行，我们还没拜祖，我要自己走进祠堂。青儿，你行吗？我能行。啊！少爷，慢点，慢点，少爷。少爷，少爷，这还是少爷。腿怎么了？青儿，有感觉吗？没感觉，没有，没感觉。有感觉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青儿，这条腿有感觉吗？爹，没感觉，没有，没感觉。慌不慌？我来看看，骨头尚好，筋腱尚好。哦，这是何故啊？啊，不要紧，抬回家去静养个十天半月，等头伤痊愈，管腿脚的经络自然就会管用了。那今天就不能拜祖了？拜祖那不行，只好另择吉日了。那不行，新娘已经接来了，今日不拜祖就不能拜堂，不拜堂，新娘怎么安置啊？大家都看到了吧？啊，这谢志清的女人一进门就惹下了如此的灾祸，灾星是肯定的，必须退婚，对不对？这样的女人如果留在家中，恐怕要连累我们全族的人。葛昌，大家说对不对？葛昌，行了，爹，我说的是实话，不要胡说。当然了，这个时候说退婚，说起来有点难堪，不过这新人进门就踩门槛啊，拽落黄匾，砸伤至清，惹出这么大的祸端，怕是祖上对这门亲事不赞许吧？胡说！青儿，秀云她不是灾星，我这是被黄匾砸了头，中了头袭。奶奶，爹，我没事的，我休息一会儿，也许就能站起来。哦，好。娘，你看呢？既来之则安之，爱人者必见爱，恶人者必见恶。我们谢家人宁恶自己不恶别人，即便我孙媳妇真是个灾星，我认了。佩服，佩服啊！谢家大奶奶的仁德之心令人敬佩呀。是啊，谢家正是因为有了这份仁德之心，才能够兴旺发达。葛文，你先去给志成主持拜祖仪式吧，让志清在这歇一歇。哎，新娘堂外跪拜，新郎入祠跪拜。徽州谢氏后裔，质子辈排行子孙成，敬告先祖，今奉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备三生，行六礼，迎娶胡氏巧珍为妻，成家立业，继则言嗣，自今始焉，秉相敬告，为先有灵，为祖幼之，伏羲上享，伏羲上享。大嫂，志成已经拜祖完毕，现在大家
就等着至清拜祖。至清可以吗？青儿，奶奶，我行。你行吗？我能行。哎，望水，来扶他起来，松开手，来让他走走看。啊，慢一点。来，慢一点。轻点。慢点。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得知望水，赶紧扶他回家。大奶奶，那拜祖礼怎么办呢？去把志向给我找来，让他代歌祭祖，拜堂成亲。快快快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快点！你们干什么？哎呀，快点！干什么？家长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别闹了，孩子，别闹！听话，听话啊！干什么呀？来来来来来，快点！哎，志向，来，你站好了啊！站好，站好，站好！快，快把衣服给他穿上！快，志向啊，听奶奶说啊。嫂子的红盖头啊，只有你哥哥才能去揭开，听见没有啊？一会儿啊，你就牵着这个红绸子，把你的嫂子领进院子里。你爹叫你跪下就跪下，叫你上香就上香，不准乱说乱动，知道吗？带我哥成亲，好，我跟嫂子成亲，快点穿，快点穿，快给我穿上，给我，啊，把这给我，把他抱去，快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一点，小心一点。要小心一点啊！慢点，慢点。新娘堂外跪拜，新郎入祠跪拜。